喂，郭子欣，讲话说说讲话，我都没得吃，你又想吃了，搞怪了，我们家没这个规矩的还。哎呀，昨天我们才打的谷子，今天就可以收仓了。大家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这边现在的温度又好高，简直热的站不住。开始，那会儿都用木头风波，这会儿都是自动化了。哎呦，现在的谷子好好，颗颗饱满，哎，大丰收。像今年子收庄稼哈，天气好又热得很。像去往年子讲天气不好的时候啊，又怕遇到偏东雨，哎呀，那种感觉一到抢手的时候，硬是搞忙了。这咋个小呢？有点卡的。刚才开大机器的。嘿，调好了又变了。你看那骆驼都满了，要单一进口。晓得。满了。哎呦！来，下去两到两千斤啊！把别的家也放到哪个手口？弄慢点儿，就看样的流水样的，可过两年流满一水缸。你在举了啊？不是，那裤子那水在几天上的？喊你穿拖鞋又不行，又不穿，打光脚板儿，弄热的。地下都是烫的，真热你光脚板儿。我们今天下午都还阴得快，只有太阳嘛，我跟你说，加一把整了半夜。晒干喽，东西干得很了，记得。整了一个小时了，终于整了三分之一了，哎呀！快点，快点，老子儿认识啊！干不赢了还？哎！快点，老子儿拿进来满喽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好死不散！小心弄啥钱？啊，灰味儿的东西嘛。要掉。那会儿木头的好重，这会儿这个铁皮一指手就抠几口。那老妈喊你给弄饭，去到喽。这会儿娃儿学饿喽。要掉，我把脚弄到那抬着。哦，这会儿不慢慢再弄，那你有空把你给端一下噻。要掉。哎。叫去吃灰门儿，也就是豆腐。哦，中间咋就弄大个窝了？哎，带位的，我去，一二三，嘿，有人气儿，切记。好，切过了，再去弄点韭菜，韭菜下豆腐，绝配。这把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给你剪个头发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头发吃的好了。嘿，郭子欣，讲话说说讲话，我都没得吃，你又想吃了，搞怪了。我们家没这个规矩的还。不要再讲话了，韭菜呢切成节节，豆腐那下锅炸。浇熟了，捞起来。哎呀，安逸。下泡生姜、排椒、花椒、豆瓣酱，来一片儿，来来点点。下豆腐，下灰门儿的。好，再掺点水。锅盖呢扛的，稍微烧一下哈。好了，已经，再点淀粉水，把韭菜倒进去，炒转弄来。好，起锅，
今天去个吧，去回门儿。来，回来去回门儿。上一下马眼儿。嗯。行嘛，也金子给咱弄个，八块八块的。好吧，弄。咱都为了将臭豆腐还能给上我，好面子。嗯，好吃。来，吃蘑菇。现在我是又当爹又当妈。跟珊珊姐的。来，珊珊。来，陈妹妹。你看你两个像高花子了我了。俺妹妹爱吃蘑菇。哎，都给我个小人的，老师你别转过。做酸菜汤可以。要么，要么就是吃烧烧。老头儿，这里我在，昨天到屋子，我都吃我在美容姐。没有。那不是你说美容就吃，你没过百斤。没嗯。老头儿，我今天做饭，我看比刚才买啥子米粥，好久打洗米粥。嗯，这是干了嘛？过一回天嘛，两天就可以打了噻。要的。那多吃的，三说爸爸太好吃了，妹妹喜欢吃这个。回门。回门，快点。